我操，一秒延迟。没法重进啊，重进丢啥兵。谢谢马狗狗。兄弟们，要不然再把我输了，你们三分钟得了。这人都飞的，人没了，我操。哎，我现在退了好使不？不行，这退个游戏都退不出去。啊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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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东西呀？没关系，我没死就完了呗。75够吗？够，够。75够。No problem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 No problem， 回家了。掉线还杀人，他跟我等级一样，我就能杀他。咱虽然是掉线，但咱没跟他差啥呀。要是他现在6级，我们3级，那肯定就杀不了了。不行，我发现这有的水果啊，只能在店里头买，像什么南果、梨、释迦果这种需要在家里边放一下子，然后才能熟的这些水果，我发现都不太行。就放就不好吃了。就必须得是那种水果店里边自己熟的，我买了行。我在那三亚买的这个释迦果，就是跟这个现在这个根本就不一个味儿，口感也不行。
练。漂亮，上当了，来了一波勾引成功。梦魇很难受，很生气呀、啊！你把眼儿给他排了呀！这经验都不要啊！眼儿钱你也要给我？哎呀，还给我留了两口屎，那我来吃两口。我们这波升六，这个福耶哥应该还能杀一次。先 A 一个兵，哎，第二个兵先不 A， 知道吧？先等一下，让他以为我们没升级。完了，升了。他没闪现，我们 E 上去，他直接就死了。他敢扣这个小兵，他就死。再见，直接打断。他运气不错，他也升了，但是没有用。这边兵线推过去，我们要出装备了，挺吓人呐。这样出了，又开始卡了一下，我刚才又感觉到小卡了一手。昂高的否，昂高的否。呀，扣错了。我不太清楚这个佛爷哥这波我能不能拼过他，我感觉他爆发有点高啊，我可能有点害怕。我的炮车，他要传送了，让他传。传送的话，我要吃你一层塔皮。嗯，没有传送啊，没有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那这就不是一层塔皮了。小伙子，那就是三四层了。这卡兵线呢？卡兵线可没用，卡兵线可卡不住。往里插眼了，等他出来，在这里等。这边把他杀了，把一血塔拿了，拿完以后三项，三项以后去下，去下正好小龙拿下。他应该是有闪现啊，我等着他。这波就是比谁能忍得住，知道吗？谁能忍得更足，谁能忍得住，谁就能杀谁。这一波就是硬忍。就是忍得住，我叫忍得住。等一会儿，不着急。제압되었습니다。等你大，
稍等一下，我看你大招多少秒 CD， 九秒，直接杀了，不好意思。飞。刚刚好。感觉有眼儿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他只是想控一控兵线，多吃点兵，明白不？溜了溜了，二塔给他拔了。梦魇反射弧有点慢，往下打吧。溜，梦魇不是反射弧有点慢，梦魇是他大招他没好，我给他插个眼，给他提供一手视野，他就飞就完事了。再来个布甲骸，三项布甲骸。呀，小龙是他们家的。虽然这个佛爷哥他是零杠四啊，但是我们呢也没有太大的优势，他的补刀跟我差不了太多，我前期掉线没咋压住他，比我多补兵了。那梦魇大招好快啊，多少秒洗的，70秒洗的。我这泉水之前杀你们俩，我都杀到泉水了，我都已经不得杀疯了我们。我们往下走啊，想着他走过来。再见。回家了。我飞，我知道这韩服那个勇跟配音可有意思了。传下去了，完了，全死了，他们家这往哪走啊？死俩，死俩好像还行，永恩没死，看有没有视野啊！我下来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干的，不要害怕。
장을 지르자. 포탈을 파괴해서. 我野哥这边应该是有闪了，我觉得。惨呐，兄弟！我要给你写个惨字，真惨呐！ 我就知道这么个蜡子能有点东西，他敢这么跟你玩，他一定是有点东西。这波八七五不出了，我决定留着我们这个多兰剑，毕竟我们是优势。佛爷哥心态挺好，确实，佛爷哥心态确实是可以。 一般的早就挂机了，小龙，差59块，瑞饼搁里边。 再创一头，这必须得上了，兄弟们，这还不上，给我抽，给我杀！ 别说死他！哎呀，这永恩一下打到了些个人，还不上？你们能不能打一个他？这把是给拆没的，给对面。呀，完了！ 复活了，上面能不能把这个门牙拔了？哎，有点小狼了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怎么狼？其实现在他们也翻不了。上个主基地，俺们下边打个大龙，游戏就结束。除非下边大龙被抢了，抢完以后两分钟小龙又被抢，小龙被抢了以后，我们又被团灭一波，我们游戏结束。 我先把他红打，来吧，佛爷哥。嗯。呀。 为什么攻速这么慢呢？我刚才呀，我被谁给减攻速了？哎，有一个 Q 打着那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 Q 打着炮车了。
刷个1-7的刀锋，刀锋才1-7吗？刀锋也太菜了，刀锋。他们家下路兵线得有人守，开吧，我马上到，来来来来来，开龙。Go go go！ 开龙。上来就套我个红惩戒，也不知道要干啥，这么干了。这瑞饼今天是必须得杀了。啊，这瑞饼，杀个莫干了。这把就拿下。进。半不上，这啥意思啊？这是，这挺有意思啊。不能拆，拆不掉，拆高地吧。只能拆高地，然后小龙。来个魔切出门，对面已经一个塔都没有了，现在剩3个兵营加个主基地。我感觉我们直接一波其实就行。先把这瑞饼杀了，一波梦魇死死吧，没有关系，不用直接就一波了，守不住。我飞！